疾病处理图哈，我们来，这个也是帮你们复习昨天我们的一些重点。好，那我们来看哈，怎么样把症状解决啊？疾病的症状解决，那一定要解决它，一定要怎么样改善我们的体质？我们说的，我们是变阴调阴嘛，那变的阴就是体香跟热能不足嘛，那调阴就是要把体香解决，让它修复，然后热能不足来改善热能，所以我们称为变阴施治。好，那体香有分他处跟本处，那要解决他处的，我们就用按推原始痛点，直接就可以解决了。那要解决本处体香，要靠什么？热能，热能改善了之后，影响体香，让身体的体力增强，然后抵抗力还有自愈力就自然就会提升了。那提升自然就会修复怎么样？体香。当然它提升了之后，不只能修复本处体香，还有他处体香。但问题就是他处体香按推，它就可以立即改善。那按推对本处体香是无效的，所以改善热能来修复体香，这个对本处体香反而更加怎么样重要啊？所以我们看图表也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本处体香，我们只是没有把它划线，因为不能说热能直接修复本处体香，它不是，它是先改善热能，然后影响体香，也就是影响组织运作，然后我们体力增强了，修复力增强了，它自然修复体香，是这样来。所以我们的处理方法其实本处他处我们都有治疗，我怕你们误会，那人家有处理本处体香，为什么我们只没有呢？事实上它是间接来的，改善热能，修复体香，然后把本处也解决了，所以我们两者都有处理。那西医方面，因为没有他处体香的概念，也就没有他处的开关的概念，所以他们不能解决他处体香。我说的不能解决他处体香，是说他不能根治。比如止头痛，难道他没有药吗？也有止痛剂一直吃嘛。我说吃到什么时候好？吃到那个疗就好了嘛，一疗百疗。那这个怎么会是治疗呢？我认为治疗就是应该让民众根治才对啊，不是一直靠药物，然后一个痛就要吃一辈子的药，这完全不合理。那所以我才认为不应该把它划到他处体香来，是因为 没有根治啊，到死都没有根治，那这样没有根治就是没有治好啊。简单讲，那这个不能算好，就好像墙壁破了一个洞，然后他也不补，然后就在外表怎么样贴个纸张，然后就说这个墙壁已经很漂亮，这个里面洞还在啊。那常常那个纸张一破就换一张，换一张，不断的这样换，这个是不对。所以等于我说的，他不能处理体香，就他没有办法修理好。那本处体香他有没有能力？有啊。我说像黑脚嘛，指头黑掉，他有没有办法修理？有啊，他从膝盖把它砍了，就没有脚趾头了，那也好了吧？那你盲肠炎挖一挖，没有盲肠了，也不痛了嘛。所以他对于这个本处有没有效，我们认为他可以，但不肯定。这个是哪门？因为破坏性副作用实在太大了，所以这个不值得称赞。但我认为他的急性外伤就要赞叹，那个急性外伤他发展出来，我昨天有举例，那个是我认为真的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来看下面急性外伤，如果像若使用原始点无效，可参考中西医处理。其实我认为西医这里如果把它写的把它的优点也写出来，就是西医还能怎么样善于治疗急性外伤，像脱臼啊、粉碎性骨质啊、骨折啊、外物刺伤啊，我说的这一类。好，直接处理体伤的方法，直接的我们只有按推原始点。所以我说按推原始点称为怎么样医疗，因为直接解决体伤就能直接改善症状。至于要改善热能，然后再来修复体伤，然后进一步解决症状的话，那这个只能称为怎么样
保健，也就是保健它是间接解决疾病的，不是直接的。好，那我们的保健方法就有很多种了，啊，内外热源，还有怎么样，良好心态，健身运动，还有适当休息，就是昨天我们重病的这几项。所以我们的这些方法都是保健啦，改善热源。所以我们才说原始点它比较重视保健还是医疗？保健，虽然它横跨医疗与保健，但尤其更重视体质的变化。那我们刚刚也念过了，医疗有没有办法做到让人家不老不病不死？不可能。它顶多的医学的目标，顶多了就是让我们怎么样活得更健康，还有怎么样延长寿命，只有能做到这样。好，那要延长寿命，你只有怎么样改善热能，也就是靠运动啊，这些良好心态，那你这些做得好，你寿命自然延长了。那如何做到健康一些呢？生活品质好一点，就是要懂得怎么样来解决这个体伤。那所以有时候当你一扭伤了，你要让生活过得更好的品质，那要不要学原始点？那当然要，因为你把按推原始痛点，你知道啊怎么按，然后怎么应用内外热源，那你很快健康又找回来。所以原始点的目标跟现有的医学也是，它可以达到怎么样健康还有长寿的目的，但不可能对原始点期待太高，说用了原始点有没有办法用原始点之后我的病好了之后就从此不再病？有很多病人这样问呢，说那我这一次感冒了，你能不能保证我以后就不再感冒？这个问题很荒谬哦，就好像他这一餐吃饱了就问我，那你能保证我这一餐吃完了以后就不再吃饭吗？我也不敢，我 不能这样说。就像车子保养好了，你再使用有时候还是会磨损，还是要来保养嘛。所以我们医学就不是说让你治好了以后就不再病，以后要靠自己保养，这个才是观念。那也不可能要求说哎呀，那这个病我能够根治了之后就不再犯，然后是不是我就一直好下去？你也会死啊。有些人说像癌末患者就问我，那好了是不是我就可以活很久？我不知道他要活多久了，但是我只肯定一点，绝对可以生命延长，但不可能不死。你看秦始皇也找了很多想去寻求仙方妙药啊，然后希望长生不死啊，但他最后有没有死？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啊，早期我常常讲，就是说有一个人他修炼得很好，然后他学成了一招叫做什么长生不死之术，然后这个消息传开来之后，哇，就有一个修道人，他一听到，哇，很高兴，然后就把行李整理好，马上往山上去，想学也跟他学这一招啊。然后去到山上的时候，就问人家，哎，这里山上有没有账号人物啊？人家说有啊，确实有啊。那他说这个人住在哪里？他说哎呀，你晚来一步了，他前几天前刚好往生了。然后这个人听到之后怎么样？捶胸顿足说：“哎呀，我晚来了一步，要不然我就学会了长生不死之术。”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张医师也有一天会过世的，再好的法都不可能就长久住世的，那是不可能的。好，所以我们说医学的目的就是你改善热能，顶多能做到怎么样？延长寿命。那就是我们的目的。本来你可以活70岁的，哎，你能够活到75岁，那你就成功了，而不能跟别人比。哎呀，为什么我不能活到100岁？没有，每个人体质是不一样，但我们的努力一定是有代价的。好，那我们说什么是医学？医学一定要包括医疗与保健。那医疗与保健，一个让我们健康，一个让我们怎么样延长寿命，那就是完善的医学，很显然它的目标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健康
长寿。好，那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医疗与保健这个主题。十二，医疗与保健。一，概念界定，医学是为了解决疾病及延长寿命，而欲达此目的，既要解除症状，又要改善体力。解除症状称为医疗，改善体力称为保健。所以，完善的医学必须包括医疗与保健，两者缺一不可。医疗主要是通过影响组织器官运作来改善症状，以达到治病功效，所以是治已病。出于解除病苦的急迫性，所以要求医疗必须具有时效性。医疗包括诊断与治疗两部分，而其治疗方式可分为内治法与外治法，此两者都必须在诊断的指导下才可进行。其中内治法是根据辨病的诊断结果配予西药，并用口服、注射、点滴等方式将药物送入体内，来改变组织器官运作，以达到从果解除症状的目的。外治法则是根据症状或异常形态来判断他处体伤或患处的位置，然后用按推、刮痧、复健、牵引等非侵入性方法，或针刺、手术等侵入性方法，从因处理他处体伤以解除病症，或从果处理患处以解除症状。外治直接处理他处体伤或患处，内治则否，此为两者之根本差别。好，我们说要达到医疗，一定要怎么样解除症状。那第一天在病因篇已经有讲，症状之所以会产生，不外有两个层面，对不对？哪两个层面？组织器官运作层面的体相问题，一个是什么？能量层面的热能不足问题，也就是一个是组织器官，假设是设备，那热能就是电力，你设备要运转，要不要靠电力？要。那同样电力它最主要，如果没有设备它也没有什么用，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两者是互为应用。那走向医疗的就是最强调的是什么呀？组织运作层面的体相的问题。那如果你有办法改变这个组织运作，不管是加强电力而影响它，或是直接就针对的组织器官运作让它改变，那这样也可以达到怎么样解除症状。只是你改善了体力，改善了体力也就是改善了热能，然后修复体相，那个我们称为怎么样？重因解症。那如果你只是影响组织运作层面的这一方面，然后达到治病的目的，那我们叫做怎么样？从果解症，它不是真正改变你的体质。那从果解症问题就是有时候会消耗热能的问题，它会因为都是寒凉嘛，那 这一部分后面我们会谈到，它比较就发展的也会不一样。如果不是从改善体质，它会想影响它着重在药的成分方面。所以你看我们后面就提到了，真正能改变组织器官运作的只有西药，原始点还有原始点的姜汤啊，或是各种温热中药，也达不到立即能够影响组织运作，它只能改善热能，那电力够了再来影响设备的运转，也就间接的影响组织器官的运作，所以它是间接的，不能像西药进去之后身体一吸收直接就身体就产生一些改变，然后来达到从果解症。那什么叫医疗？医疗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它就是治已病。因为我们说呢，医学就是要解决人类的疾病嘛，如果人类没有疾病，那不可能有医学。所以医学既然要解决疾病，当然第一个前提就是人这个医学是
你要治已病，而不是治未病。也就是你医疗，如果说要达到治未病，那就是保健的方面了，也不能直接成为医疗。所以这是第一个条件。还有第二个，医疗必须具有时效性。哪怕你是从国解症，比如说你，我们虽然批判西医说一根指头痛治疗了好多年都不会好，但是每一次吃它都有效啊，所以有没有时效性？有，所以我们还是称它为医疗。但是说到时效性，我还是有一种感受，如果说快速，尤其病症方面，如果以原始点的标准，那西医的时效性就会稍微差。你看一根指头痛，我们用多少时间？不到一分钟。你吃药进去再吸收再到指头改善，时间要不要更久？一定要。所以如果以时效性，那原始点用更快了，但是我们也承认它有，哪怕说它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慢慢产生，但我们都是在一两分钟马上说这个是有没有效，有没有有效称为他处体伤，那就是这个就是医疗了。那如果无效叫做本处体伤，那我们用内外热炎就是属于怎么样保健的，所以我们是这样称的。好，那至于内治法，我刚刚已经讲只有西药能称为医疗，原始点或中医只改善体质只能称为什么保健，所以很明显的两个是不一样的思维，同样用药，但两个发展也是就分开了。那在外治法，同样西医它是处理患处本身，对不对？你膝盖痛它就是膝盖，头痛就治头痛，那要不然他们还有一种，如果不是在患处处理，他一定认为这个病症是身体里面某个异常引起，有没有？昨天我们有讲过了，所以西医在判断上会比较从患处还有那个异常去思考。那以中医或原始点，他比较从患处里面去怎么样找开关，所以两个的想法是不一样。因为西医没有开关，所以他找异常，但我们已经讲异常跟疾病的症状有没有关系？没有，而且人们要付出的代价可惨痛了。因为这些甚至异常很多在体内长的几乎都要用手术，那手术后又要吃很多药，那这样无止境的下来，很多患者的体质就怎么样完全被破坏了。所以外治法我们只能说西医是怎么样只能达到从国解症，但是可能要付出比较大的代价。那中医还有原始点，它是怎么样找开关，所以叫做怎么样从因解除他处体伤来改善病症，它是这样。那西医从国解症，它还可以解除什么状，它状也可以割。那原始点从外治法能不能解决状，可不可以？如果在医疗上，医疗上它没办法。为什么？它只能间接的，我刚刚已经讲用温敷，温敷嘛，我们说外治法就是温敷。那温敷是属于保健还是医疗？保健，我们还是把它，所以在解决状的部分，我认为西医可以直接达到。但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能达到，我们是用保健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状，是这样。好，我们再来看下面那个保健跟医疗有什么区别。保健主要是通过影响热能作用来改善体力，以增强免疫力、自愈力，使虚弱的体力或受损的组织得以恢复，从而达到预防及间接疗愈疾病的目的，所以是治胃病，也是医疗不可或缺的辅助。好，我们先看这一段，很显然我刚刚讲的疾病之所以能产生，不外有一个组织运作层面的体相问题，还有一个什么能量层面的热能不足问题。那
这一个就是能量层面的热能不足问题，所以他一定要改善热能，然后增强体力，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治愈力啦，来达到修复。好，那他最主要可以达到怎么样治胃病，有没有啊？改善热能，增强体力，那就是保健嘛。然后还可以达到治胃病。那医疗是治已病，所以治胃病比较重要还是治已病啊？以中医还更强调胃病嘛，你还没有病你就懂得去保养啊，这个反而更好啊。所以我们慢慢就有一种叫预防医学啊。好，那我们再把后面也念完。保健方式亦可分为内治法、外治法及其他。其中内治与外治主要是靠药食之内热源与温敷之外热源，并需结合诊断才可达到改善热能、增强体力的目的。其他方法包括健身运动，如太极拳、拉筋、跑步等，充分休息，如避免劳累、避免熬夜等，心态调整，如情绪管理、心理辅导、打坐、忏悔等。好，我们这里保健也有分内治外治，那也是要诊断。我们说医疗最主要含有两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一个要包括治疗，还有一个包括怎么样诊断。那诊断加治疗我们称为医疗。那事实上保健它不强调诊断，但原始点强调诊断。因为我们说当按推原始痛点之后，了解原来疾病有他处体伤跟本处体伤，对不对？那状又是属本处体伤，那我们还有一些症也是本处体伤，那我们的温敷位置有没有一样？跟一般的他们在患处贴有没有一样？我们要分出来。因为如果是他处体伤，我们温敷的位置一定在怎么样原始点啊，按推的相对应原始点上。那如果是按推无效，是温敷在哪里？就直接患处，比如乳癌患者，你就直接撒在那个状的组织受损，或你腰痛或是腹痛，那按了有效你就温敷在脊椎按痛点上。那如果按了没有效，你也可以温敷在腰痛的部位比如旁边这个也可以温敷，或腹痛，那腹部可不可以温敷？也可以。我的意思是这样，那这个是不是诊断？是啊，这个就是诊断了。还有我们本处体伤在说在修复的时间大概有些比较轻微1至7天，有没有？严重有时候3到6个月，那这个时候算不算诊断？也算，这个已经可以预测它大概多久会好，那这个也是一个诊断。所以原始点它事实上在保健的过程中有没有重视诊断？有，这个也是新的概念。因为一般保健不需要特别强调诊断，但因为从原始点按推原始痛点之后，整个发展下来也确实发现诊断还是蛮重要。那进一步我们就可以知道，因为我们有体伤的概念，甚至我认为运动将来也可以达到怎么样诊断跟保健合在一起。为什么？当你手肩痛或肘痛，你就要强调怎么样运动。运动在哪里？手，比如浮力挺身，有没有？那这个是不是诊断？是啊，因为我知道开关在这里，我只要把开关怎么样把它强化之后，它自然就可以修复。所以这样的运动本来运动是没有诊断成分在，但是因为原始点已经把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都找到，你这个病症是从哪里来马上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知道应该要运动哪里。那你比如说乳癌或肺癌或胸闷痛，那应该做什么运动？也是浮力挺身啊，然后还有什么仰卧起坐啊，还有瑜伽的什么拉筋啊，这些对我们的腰背有没有帮助？绝对有帮助啊。或是扩胸运动啊，都可以拉到脊椎啊。那这些运动
把我们的体相强化了之后，他的病会不会更快好？会。那这个里面有没有诊断的作用在？其实也有。所以原始点它可以把很多保健的怎么样，其实也纳入到诊断来，因为诊断来指导运动是可以达到。那你如果腿痛，不管膝盖痛啊、脚踝痛啊或大腿痛，那我们鼓励做什么运动？爬楼梯，一步两阶，把臀部的筋拉开了，它一定就好了，不药而愈。所以这个是不是诊断？是诊断啦。所以原始点，已经把保健又给它一个更精准的方式了，就是诊断进去。那以前只有医疗才说我治疗还要加上诊断，没有说保健还要诊断。那因为原始点它一路这样发展下来，事实上也可以达到，我也提出这样的看法。那至于刚刚讲的一些保健方式，提了有几种，比如说运动啦、休息啦，还有什么心态调整。其中这里面有什么心理辅导，其实外面还有一种叫做称为心理治疗师，有没有？你们听过吗？心理它只能改善热人，有没有？因为心情好了嘛，它不再恐惧消耗热人了嘛，所以它真正的目标是改善热人。但有没有办法心情改善了直接解除体伤？有没有？绝对没有这种能力哦。如果我假设我一根指头痛，然后心情很郁闷，因为就是这一根痛到让我很郁闷，那我找心理治疗师叫他帮我治疗，因为他既然称为治疗，就应该把我问题解决嘛。那他就看我很郁闷，跟我开导，哎呀，你不要一直老是注意这一根指头嘛，想其他的嘛，开心一点嘛。好啦，假设他也讲了，我也听得进去了，我也很想开心，但这一根指头没有好，怎么开心起来？是吧？所以如果你能够直接把我指头处理好，我就开心了嘛。那问题，心理治疗师有没有办法？没有，顶多就是让你心情不要那么郁闷啦，程度可以减轻，但达不到怎么样治病。他既然不能治病，能不能称为治疗？不能。所以这一个词是有问题的，了解吗？如果你说心理保健师，哎，这个可以，但绝对不能说心理治疗，这个是有问题。那比如说打坐啊、忏悔这一类的，它能不能称为治疗？也不能，顶多只能说什么呀？让我们心情舒畅啊，让我们情绪不再反复。那这个对于疾病当然有帮助，但不能说它能治病，顶多只能说它是怎么样改善热能，不再消耗更多的热能，让我们疾病可以快速、比较快速的恢复，但不能直接治病哦，这个也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它只能称保健。好，那我们把后面的也念一下。除温敷外，所有保健方式既不具体针对某种疾病症状，也不直接处理他处体伤或患处，而是通过全面增强体力，以其延年益寿，甚或间接改善乃至疗愈疾病。由于保健可以改善体力，但不直接治病，因此若要达到因变果转、间接治病的目的，则需持之以恒，日久方显其效。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内治法。二、内治法。在内治法中，药食对身体的影响有两种要素：药性与成分。此处药性仅指药食之寒凉、平温热之特性，并从其对人体热能的影响角度来界定。此两者皆影响热能作用与组织器官运作，但药性以影响热能作用改善体力为主，属于保健；成分以影响组织器官运作改善症状为主，属于医疗。那我们说药食
它里面必然有含有什么药性跟成分。一个药食里面它有很多成分，但整体的成分合合起来，它会有一个药性。那个药性我们可能是寒的、温的、热的、平的，都有可能。那我们就要看哪一种药性对我们体质会有改善的作用，所以我们比较着重在药性上。啊，其他的还有药性还有很多种说法，我们就不提了啊，这个不干我们的主题。那至于药性跟成分，它最主要的着重点不一样。简单的讲，药性是东方的思维啦，成分是西方的思维，两种是截然不同的思维。为什么我敢这样说？因为成分你要了解里面这个植物啊或药物啊里面含有什么成分，必须要怎么样科学仪器很精密哦，去把它甚至抽取提炼出来的东西啊。那古代有没有这种机器仪器？没有，说实在没有。所以中医它整个的发展就会慢慢走向怎么样药性去，所以才会有变体质啊。哎呀，你这个是什么寒性体质、热性体质，要吃寒药还是热药，是诸如此类的啊。那西方医学反而不是了，他们很在乎这个里面东西里面含有什么成分，对不对？好，然后甚至更提炼这些成分，然后来制作成西药。那这个提炼出来的，它就是想影响组织器官的运作，达到重活节症。那药性就是准备改善你热人，然后间接怎么样影响体伤，解除症状。所以这样两种不同的思维下，最后的结果也不一样，当然越走越远。所以我昨天才讲嘛，中西医要整合两种思维，其实天生就已经不一样，就在这里分歧了。那到底成分会不会影响热人？会不会？会不会？会，一定会嘛。因为它进去之后，改变组织的运作之后，组织要运作，要不要动用到热人？那当然也要动用到。所以它进去其实是两方面都在影响，只是它偏重于怎么样组织运作层面的运作，了解吧？那所以他比较强调这样，然后来达到因为组织运作的改变而达到重活节症。比如你痛，他也可以有什么神经阻断剂啊，让你整个运作啊，神经不再传导到这里来，然后达到怎么样止痛的效果，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西医啊，它慢慢就走向成分，然后走向医疗。所以我才说西医事实上它所有的方法比较强调组织改变，然后直接解除症状为主。那另外一个就是药性，它会不会影响组织运作？我问你们这个问题。虽然我刚刚一直在讲药性是改善热人嘛，增强体力嘛，对不对？那它会不会影响组织运作？会啊，我不是讲了吗？电力够了，热人够了，那会不会影响设备的运转更顺畅？一定会。所以其实药性也可以影响组织运作，也可以影响热人，两者都影响。就好像成分也可以影响组织，也可以影响热人，但是它着重在怎么样影响组织层面的运作。那这些药性是比较着重在哪里呢？改善热人方面，虽然它也有帮助有影响，但是它比较着重在热人方面，所以改善热人就走向保健，那影响组织运作就走向医疗。所以西医在医疗方面很强，那中医在保健方面怎么样？非常强，这是西医无法取代的，在养生方面，所以中医这个是很大的特色，也就是在治胃病方面、保健方面，治胃病是中医的强项。